Probably.都是曲折在屋顶，像吊桥，下巴连过无数次落地，只是要潇洒。撞击地板的瞬间破碎，脑花飞回跳下的楼顶。承受雨过后，还是不要糟蹋了琴键，攻的扫把，继续活着，背着现实操。因为顺着下水道连逃出牢笼，从浪漫一生，薪酬自认为自由的那一秒钟，才发现这点人未曾更加高尚。这样还能保持笑容吗？放松先不知操纵它，那2000黑莓操纵你我，黑莓还望着分离我，说是发条关节可能会断的利落不分离我。在触摸的天空之前，因为那是无限的自由，是灯火阑珊处充满视线的只有阴险的栏杆，满地失守。我竟全都前进手上的指尖，渴望自由的人在嘶吼，却在钢铁做的天地之间滞留。你说是否救赎只在死后？可是之前我们都是死囚呢？